大家好，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是这个知人开大系列里面的一个商品。那今天为各位推出的呢，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风扇外盖的一个总成含风扇盖。那这个部分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那这个现在各位所看得到呢，是这个紫色的一个部分。透明外盖总成呢，就是在我们像来说好了，像进站全车系。哦，然后像 GTR、BWS 啊等等的这个全车系都可以使用，只要就是在排气管上面的这个风扇外盖的一个总成。那这个东西销售呢，是包含风扇外盖总成，然后包含这个透明的风扇盖。那灯管的部分呢，我们全部采用赠送的方式哦，全部采用赠送的方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好看，这个是有点微熏黑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它有一个光圈，那还有一个变压器在里面哦。然后这个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一个紫色，然后我们这一次销售呢有白色、蓝色以及紫色三种颜色哦。然后这个商品呢，它呢可以，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亚克力的一个材质，然后我们可以透过透明的安装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的风扇。那如果你有安装这个材质，尤其是如果说不管你有安装原厂的风扇，或者说安装这个透明的像说彩色的风扇啊等等的，你就可以在骑车在转动发动引擎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风扇在里面做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哦，非常好看。那如果再搭配晚上呢，那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哦，这个情况非常好看。那有点像类似这个杜卡迪的干式离合器的风，这个离合器外盖一样的这个感觉哦。那这个是一个紫色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颜色。好，那接下来我们各位所看的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部分。那蓝色的部分，好，各位所看到是这样子，哦，蓝色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白色的一个部分。安装上呢，直接全部对应原厂的一个锁点，哦，原厂锁点全部开，全部对应，全部可以装上。然后因为它这个模具是全部像针对于像原厂的一个部分所开的，哦，所以呢完全是符合这个原厂的一个部分。哦，这个是像白色的部分。那目前我们今天电压装的部分是用电瓶供电哦，所以这个电压不是这么的强。但如果事实上我们装在车上的时候，有发电机在供电的话，亮度会好很多哦。那这次还是跟各位特别说明一下哦。然后之前的价格一组呢，售价是大概在1200到1500左右。那我们知人开大系列呢，价格呢我们暂时不透露，欢迎到麦可仓库汽车精品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到我们的一个脸书粉丝专页哦，都可以看得到哦。然后呢，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只要是扯上知人开大这个系列哦，绝对都是我们进价成本的对折，甚至对折以下三分之一的价格等等的哦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价格来销售，绝对是全台最低价哦。然后这个部分，那在此也特别说明一下，那像这个光圈的部分的话呢，我们都是有这个善意的一个保固哦，那都会附赠保固卡。哦，然后像风扇外盖的部分呢，这个是请各位所安装的时候呢，哦，请必须注意一下下哦，安装的部分，因为这毕竟是亚克力的材质，请尽量用手锁，不要用电动工具下去锁哦，以免造成这个损坏。然后这个部分呢，完整的一个套件哦，我们在这个智能开大系列里面呢，请大家这个关注我们麦可仓库汽车精品一个粉丝专页。我们都会提供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售价。好，那我们准备开大，谢谢。